突然就给我控到了。那环呢？那不是有环吗？我操！我太远了，这公司太近了，有。他俩被控，你他俩被控，你直接就准备往那边丢环了，知道吗？因为那边没有人，那边古达克那边只能给个电龙图腾，别的啥也没有。哦，下一个水还有25秒，还不着急。14秒。放水5秒，找自己坑，然后准备星控。我应该可能会被星控。好，准备打我。不大可，等一下。嗯。只有别人的点。老高的，帮他打，老高打老高。打古大狗，打古大狗，打不动，打不动，只有你们能打。打放18秒，这个水应该压不下去，所以先那什么，先放好水，放好水，放好水，看自己脚底下是不是点的泥。就贴着边就行了，兄弟，那个位置你不要拉出来，千万不要拉出来，知道吗？拉出来就大了。哎，一段漏了，一段漏就漏了，我来转。一会儿我会帮孔啊，我现在不帮忙。下个三段，浩源，你把那，你转一下那浩源。嗯，我来转。哎呦，突然盯我了，兄弟。冲的是我还是冲的是你？那是我，不知道。不是我说的，没事。打怪吗？金蝉打断。下个5段。金蝉远程撤，远程撤。小大雪，加融雪。走开月亮。嗯，你站我这坑里一会儿，这边你先，我举完那啥，你站过来，你站过来。兄弟，站过去。这个方式，我靠，这里面会卡视角。你稍微往外站一点，卡不了太多，卡不了太多。卡了我一个人靠影了。这补大口血，亚荣稍微刷他一口，或者你自己奶自己一口。KE 那边稍微抬慢。我这边能奶到吗？我要去找你那边了。可以。我要放水了，你走开。你这个其实正常，咱俩应该闪现换位置，换到我那边去。我的法盾刚放下去。那没办法，这东西我只能放那边。下一个放水5秒，自己找好坑。浩洋，我把这个坑先占一下，然后那个。这个要多交流，我看森林他们那个放水放得非常精彩，非常精彩，两个法师互换闪现互换位置，非常精彩。哇，这个放得怎么样？对，非常好，这个非常好。过去，你去上坑里去。咱俩是同步的，所以我不太能帮你，就我咱俩不太能叠，我再往里站一点。可以来一起了，过吧。可以血刷一口，可以血刷一口。吸，太能叠这。别漏盾啊！
对，熊姐，你这调的非常好啊，你这调非常。近战走，远程走，远程走，走走走走走走。躲开大饼，躲开大饼。躲开大饼。你走走走，你现在小圈走。马上放屎，马上放屎，马上放屎。盯右边的那个有一个盯，现在在左边盯的蛇是。K 血 ，K 的血。Soda 盯的 Soda，Soda 你控一下那个。转火优先转血，优先转血。马上下一个屎，准备三秒。笨笨熊跟那个这边你的，我恐龙，我恐龙，恐龙，恐龙，别急，先看，那个鱼王的血，先打软，放好屎，马上一秒放屎。别踩水，扣踢他那边血，加搜大血刷一下。看到我了，躲开大饼，躲开大饼。刷八血弹满，八血弹满，八血弹满，八血弹。OK， 很好。熊姐盯着你，我一会儿帮你控，别急。走，你不用盯，不用管，不用管，那不会盯你了，还盯着你，你走。为什么还会盯？来这边跟我在这边处理血，熊姐拿好我们，拿我。你们过去，浩源你那边也要处理血。啊，你再吵一下打管。以后让他冲我。搜大血，浩源转火，先转火，再转，加油，别开视觉，我叫的时候再看，这个钉牛头问题不大，远程那边再打，可以散了吗？再打三，还有三，我打到两次了。可以散了，可以散了，可以散，回自己原位啊！千万别死，我再说一遍，千万别死，没那么多人让你死。躲开大饼，给他抬起来，血滴了自己吃糖。放好屎，马上回到你该回的位置去，赤血一会儿20秒之后放，等一会儿，别急，等会儿，赤血，现在赤血，先优先处理好自己优先处理的东西，血什么的优先处理好，盯的 VZ 这个，右边有个盯 VZ， 转一下，帮他转一下，别着急打 BOSS， 先帮他转一下，放好光束，这个盯你的，我帮你控一下，熊姐的走开，别走，熊姐走。只管躲线跟打眼打那小雪，雪刷好，有什么事？我来处理雪，你们不打多打点 boss， 我最后一波了，打 boss， 打 boss， 躲好线 VZ 吃糖，我这里有人能哎，打 boss 控一下，放好水，这是最后一波水，压融雪。打 boss， 风筝一下小怪，我帮你控。打 boss， 别管小怪了，不要管小怪了。撸死他！干！牛皮！这简单吗？这游戏？是不是已经有一个狂暴了？啊！我操，肉的是武器。我天！
哎呀，不容易不容易，荣誉的专属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今天完成目标，完成目标。可以可以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。明天你们如果要有事都要跟我说，好吧？